哎，丽，你老跟着我干嘛呀？我没有啊，院长。你来干嘛来了？你不是走了吗？你不，你到底来干什么来了？我来给你收拾一下办公室。<笑>好了好了好了，回头让柳护士收拾吧。哎，你不参加同学会吗？你快去吧，堵车。行。 那我去了哈，院长。啊，给老同学带好啊，快去快去。<笑>是，快去吧。喂，子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办公室有人不方便。这样，你帮我告诉那个高富帅啊，咱们换到卧室 ，OK？ 哎，子栋，怎么总占线呢？你那个介绍那个白小姐怎么还没来？太不守时了啊！啊，换卧室了？这孤男寡女的合适吗？啊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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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院长。 院长，这怎么我在哪儿都能看见你呢？赶巧了，巧了巧了，那么巧吗？这是我屋啊，这是你屋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这是你屋。院长，你屋挺好。院长，你上我屋干啥来了呀？我找东西，我上你屋找东西来了，我找东西。院长，你上我屋来翻什么呀？你等会儿，我想想，我找什么好啊？我找红包。是不是要参加婚礼？是啊。那我找个红包很合理吧？哦，嗨，等着啊。红包。啊，这有，给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呀，你俩都在呢。嗯。哎呀，我找你俩半天了。失恋第三天呢。 阿丽和沙院长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子栋，嗯，说什么呢？你给我找那高富帅，就沙院长啊？他就是那白小姐。对你俩多合适啊！你看，一个高老庄，一个白骨精。<笑>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一场误会一场误会啊，没什么事，我走了。 院长啊，那个，那我这我们这事我没办好，你别生气啊，院长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心眼没有那么小。谢谢院长。喂，六爷吗？你过来一趟吧。阿丽，阿丽，他刚才这么说六爷了，妈六爷，院长，院长我错了，院长。<笑>